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非常浪漫少女风的一个房间。看大家这房间颜色是粉红色系的，喜欢粉红色系的朋友可以选择这间。最主要呢，这是对于女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。为什么呢？它这边一个大家来看，非常大的衣柜，还有上下层衣柜，还有中间可以放私人衣物，总共有三层。再来一点呢，女生出去一定会是化妆，对不对？圆的。还有一个桌子的化妆镜，在出去前呢，可以先照一下，画一下美美的。再来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房间呢是独洗不晒，独立洗衣机跟独立晒衣的空间，所以你的内衣内裤不会被偷，还有你的衣服是非常干净的。大家来这边看一下，自己的洗衣机还有干湿分离的一个作用。重点是这间的厕所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有对外窗，所以不用担心发霉啊，或是非常潮湿的问题哦。最主要这间房间呢是包水、包网路、包第四台，唯一不包就是电费不包。那所以看这间房间是非常城市少女粉红色系风，喜欢这个房间的朋友们，我们快来跟我们预定哦。